你本可以不这么做的。一华昏迷不醒，若无人帮忙阻拦追兵，单凭云归一己之力，如何带他逃出城去？你我二人装扮成云归和一华的模样，是最安全也最可行的。你竟这般为云归考虑，生死也可置之度外吗？你认为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云归？那你是为了一华吗？ 我糊涂了，你当然是为了一华。走吧，就当做是陪我当一回亡命鸳鸯。